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1852集。我们将给大家分享一款比较稀有的东西，来自于领袖之政的天猫。它是第三季 Beast Hunters 的动画结束之后呢，官方还要推出一小段的一个类似补完的剧情吧啊。在里头的话呢，还有新追加了两个角色，两个都是巨精灵，都是一个龙形态的一个怪兽啊。那天猫是两个当中其中一款，而当时的两个玩具呢，一个叫做黑铁，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天猫。黑铁的话呢，我先前有给大家介绍过 Dark Steel， 那个也是很久以前的。那么这款天猫的话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小李的话呢，他最近入手的一个二手品啊。那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下，那我也想把它拿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了。那其实，我们先单纯看这款玩具，我们发个官图给各位看。而以龙形状态来讲，应该这款天猫是跟动画的这个设定稿是有一点，应该说还是有个六七成像啊，甚至七八成像。而如果说你是领袖之政这个 Beast Hunters 之前，你就已经有入坑的，你可能就会知道，其实这一款玩具呢也不是新模了啊，它是用了这个一个冰龙的。这个名字我也有点忘记了啊，这款玩具的模具呢，下去做一个改色的啊。而这一款天猫的话呢，最大的差别吧，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很统一的配色，因为就是整个就是乱，我也不知道这个配色是怎么来的，反正就是冠上一个名字之后就骗钱的一个东西啊。而我当年在做这款模具的时候呢，有很多地方变形不到位啊。那我就利用这款模具的话呢，一次做个说明，就是它的一个手部啊，它放下来跟这个翅膀这个地方，是有错开的。那么呢，这个翅膀的可动呢也很好，你可以前后的做一个转动，那往两侧打开啊也是没有问题。那头的可动的话呢，只有上下一点点比较可惜，左右可以转，嘴巴可以张开，嘴巴就把它张开了啊。如果你张开过头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我来组成头部啊一样的一个。人头在里头，那整个张开到这么大，还可以，你感觉好像有一个，什么喷射器在里头一样啊。手臂的可动也算不错了啊，以一个四足的一个怪兽来讲的话，这个可动可以算是很好了。这个腿的话打开，尾巴是藏在这里头，那这个尾巴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拿出来了，是可以让它往上动的。但是这样一来，这里就空了啊。所以的话呢，原则上我可能还是把它考虑把它给塞进来到这边，而这两中间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组合的，所以说呢，大部分的情况下，如果你让它四足着地的情况下，这个尾巴的话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传说中的第五条腿，的一个形态出现。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它的翅膀很漂亮，而这个部件的话呢，是可以取下来的，它是用从旁边侧推把它给推出来。这个呢，其实是，当时的玩具啊，这个子弹的发射都是用推的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把这个子弹给往外推啊，但是就反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拿下来之后的话呢，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更好看啊，有一个，就是一个死灵系啊，或者是说一个恶魔系的这种翅膀，感觉很残缺，更加的凶悍一些。而这上面的这个花纹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啊，其实装回去就是这样子扣上去就可以了啊，也不是说很困难的，我们这样的。扣上去，然后发射的话，我记得是从这个地方推啊，这样它就会弹出去啊。好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啊，这款天猫的变形过程。我们先把腿部的话呢给变形完成，尾巴利用这个双重关节搓出去，然后呢这两边的话呢利用这个滑槽把它往中间集中过来，好，扣在一起。腿部的话呢直接拉伸就可以了，然后后面的话呢，这个部件应该是要翻出来的啊，把脚趾得打正，下半身就这么完事了。好，那上半身的话就是注意到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横杆给塞进去，这个凹槽塞进去之后，整个往上面斜上面推到底，然后呢把这一块部件往上面这样推过来，然后这个后面这个部件推过来这边，它会把它咬合咬进去，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部件就固定住了啊。这里的话呢，就是一样把它往上推上去，然后后面这个地方顺势的，这里的话要稍微小心操作一下啊，这个地方往前面转下来，顺着这个凹槽把它给卡进去。好，到这边，那这个龙头，如果你要让它变成是一个龙头人的话，
那这样子变形到这里也就可以了。那这个尾巴的话，我的习惯是把它往上面翘起来。好，到这边，OK。如果你真的要想把它变成一个龙头，啊，对了，这个手臂是这个样子，把这个手掌翻转180度之后，这个部件作为一个180度的翻转，把这个手掌给藏到里头去。好，到这边啊，这个是人形的手，那这个是龙形的爪，你要以这个形态来当它的人形也是可以了啊，甚至可动还会再更好一点。这个地方就是要翻转，然后到这边，好的，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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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这里，好啦。那如果说你没有打算让它是以这个龙头人的形象出现的话，啊，就是这个我来组成头部的一个，把这个嘴巴给打开，然后呢里头的脸给翻出来。这个人的脸啊，其实会可能会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啊，不是很帅，对不对？好像什么美漫里头的某个反派，是不是啊？还是有点朋克头，然后细细的红眼睛，然后戴个一个红色的这个疯狂麦克斯里头的那种末土风格的这种口罩，是吧？我们来看到这款天猫的人形。其实它的人形并不怎么好看哦，各个比例来说，我觉得缺点还是挺多。它腿很细啊，然后这个躯跟 leg 也就算了，可是它的一个背后的翅膀因为很大，当然这个翅膀的重量的话，因为它可动很高，你要把它转到前面来，啊，变成这个形态，有点像是什么什么发射什么重型武器的感觉，站立会更好站，啊，但还是觉得怪怪的啊。然后呢，它的手臂啊，在这个情况下它没有什么可动，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比较可惜。如果说我刚已经提过，你也可以干脆手呢，就是跟龙形共用一个手掌，不要变也是可以的。腰身可以转动，尾巴的话呢，这里可以有一个双动关节，那你要把它弄成一个这样子的站立都没有问题。那它的背后的这个部件，尾巴末端这里，它是一个小零件，它是可以拿下来的啊，它是这样子，有一个卡扣。可以把它给取下来。如果你把它拿下来的话呢，我记得它可以拿下来之后变成是武器还是怎么样，我都忘了。就，哎，好像怎么找不到地方装了啊，反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就是后面这个东西是可以拿下来。哎，我怎么喉咙突然又觉得很哑的感觉啊？可是我就是很想给大家做节目嘛，对不对？那么它的一个胸口就有点像这个肋骨的一个样子。如果你单看这个纯配色的话，我是觉得原本的这个冰风暴的这个可能冰龙的这个配色会好看一点点，至少它有一点比较奇幻生物的感觉。那面雕啊什么其实都是一样啊，只是说配色做了一些修改而已，就是真的是就是把一个模具呢拿来用一下，就是套个名字就上去了啊。那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收藏品的话呢，想要把你收之正的。模具收集完整的话呢，那你可以再去把这一套给弄出来。那如果说你没有那个偏好的话呢，其实如果你早年，有收到这款这个冰风雷吧，是吧？我忘记它的名字了。这一款其实也已经很漂亮了啊，特别是它的，龙形来讲的话，表现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